哎呀，这厕所上的好。哎呦我照我！你咋那么狠呢，兄弟？啊？咋那么狠呢？致命点呀！你说你玩个远程，你还照我脸上冲，你不死谁死？啊，没事，这回少兵无所谓了，单杀了。他带的传送。狂妄！哎呦啊！一闪！哎呦啊！谢谢你猜我是不是蓝的呀？一闪可以啊，能反杀不行，他有孤立无援，掏我一下就死，打不死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成功用闪现把自己一技能给断了。有防御塔还孤立？不是啊，你不说能反杀吗？那反杀他肯定在这里啊，刚才他人不走到这里了吗？他进塔我肯定反杀的，那他不进塔我咋反杀他呀？我不得出塔跟他打吗？对不对？能理解不？好家伙，德拉斯上单，打他一波，他把闪现交了是吗？他是不交闪了？哎，你们有人知道不？他交闪没？啊，他如果交闪现了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把他杀了。他交了，他肯定交了，交了交了，他是双招的呀。这波升六直接把他拿下，出塔一厘米他就直接死，就这么多，一厘米，只要敢出塔一厘米他就直接就死。就这波兵线了啊，就这个位置直接吃个药，他蓄力扣直接把他杀了。他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我不知道这泽拉斯去干嘛去，尿尿去啊？他跑中路去干嘛去了？如果能直接E到他，其实我闪都不用。哎呀，好远啊！哎呦我操！我波浪剑呢？我波浪剑哪去了？玩个鸡巴！
哎呀，好家伙！哎呀，我摁了，我没摁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这。难受。直接爆炸。直接就爆炸了。本来他是爆炸，现在我们爆炸，下边他还有闪现，我就杀不了了。这可怎么整？皮肤不行，还是皮肤的问题呀、啊。那螳螂还跑过来赶上来了，你说？我好难受啊！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把他闪打出来，兄弟，你能帮我把他闪现打出来不？不是没法打了，只是没办法杀了，不是说咱打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不杀不了了，不就相当于小猎了吗？是不是？这就相当于小猎了。你说人家玩个泽拉斯都他妈有打野干咳，我们玩个猴没有人打野干咳，玩啥呢？到底？哎，这打野成天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下把我打野。我生气了，我看谁不顺眼我就赶赶谁，我就专门赶赶这上路，我下把指定去打野。出木印吧，那都不适合那猴，那些装备呀、啊、都不太适合这猴。好家伙，我塔直接拆没了，我无敌了。直接木印呢，那我这些装备咋办呢？谢谢阿树的两个飞机，谢谢树丫人的两个飞机啊，感谢，今天我们亲密度双倍，兄弟们，并且我们的亲密度上限啊，个人上限也提高到三倍，也就相当于你送个飞机，本来你直接这个没有粉丝牌，然后夸一手粉丝牌，可能能升到个六七级，这样式的，明白吗？正常只能送一个飞机获得五级，最多。来个西地海。啊？一个半卡能五级吗？为什么瞅我这潘神？还算你识趣儿，跑了。你要再敢瞅我一眼，我就动手了。我告诉你。那刀锋出的什么玩意儿了？可血战斧啊！
你就一个刺客硬生生给人逼成战士了。谢谢辽宁丹东第一呆的飞机，我这上哪去呢？没地方去了，地图里边的人呢？整个地图为什么没人？就一个老潘森。这大给你放的，别怕，那五打四怕个六啊，给我锤。他们家谁敢上？上啊，这怕个屁呀、啊、这先杀这螳螂，人有点多。扎拉斯要尿尿了，我们快点跑。漂亮，哎，这往上锤呀、啊、谁到那五打四还害怕，也不能怕什么玩意儿呢。那走的一个比一个后边，潘森来了啊。这潘森这不飞一走，哎，潘森去下路了，我们把中路五层塔皮全吃了。我要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拆迁户。三层也还行吧，打个红 buff 去，希望螳螂没在。螳螂不是搁这儿就是搁这儿、这个红因为是刚没的，所以它一定在这两个位置，我们别动就行了。这把直接幽梦之灵，幽梦之灵配收集者，幽梦收集板甲，最后出一件蟹手或者是黑切都可以。ADC 啊、敢打我 ADC。好啊 ADC。此地不宜久留。这里头有没有眼儿呢？我一寻思这 ADC 敢这么玩，那左边指定是有眼儿。哎，今天怎么的我就。妈了个妹儿！你再放，来，你再放，再放一个，你再放一个，我看你有多少个眼儿，你放，没眼儿了吧？没眼儿，我溜了，不打了。我们去上路收兵，这也没啥机会呀。那泽拉斯六十八个刀，我都不知道他能搁那干哈呢。他选完这泽拉斯上路，直接从十分钟的时候人没了，人直接没了。锤石应该也没啥事儿，其实问题不大。把 ADC 先给我宰了，大他。漂亮，哪来个潘森，快溜。右边可能有人。哎嘿嘿嘿嘿，哎呀，螳螂，我把螳螂杀了。漂亮，我们家还有个赵信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确定这里头能没有眼儿吗？哇，这刀锋确实是行啊，
先把幽梦出出来。勾他。这 ADC 稍微有点装啊。那锤石连个灯笼都没有，不知道他装什么玩意儿了。这绝对不能让他装起来，走位。好碰，一 Q W 往后拉，好点盐。哎呀，又是螳螂，几回了这螳螂啊！我就感觉我们家这人怎么就一点用都没有，就我们只要一死这游戏就结束了，是不兄弟们？即使对面少个人啊，一个前排也没有也是不行，是不好的。看来这真的是难打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真是没战斗力。操你娘了螳螂，太狂了这泽拉斯啊。队友呢，队友呢，来个队友啊。这有没有眼儿我都不知道，那万一那草里边有眼儿可怎么整？20秒有道，卢仙又跑下了。给我往上冲来，干起来，来干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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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先杀这 ADC， 来再杀这泽拉斯，来队友呢，有五个人，玩个屁呀、啊、兄弟们啊，那人都哪去了你说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我出个血手吧，我跟他们说一下子，别怕兄弟们，可以打啊，别怕兄弟们，跟我走。这里头有眼儿啊，这里头明显没有眼儿啊。先杀这 ADC， 完了，又剩我一个了。嗨，别怕，给我干，兄弟们，这边可以打。这
太难了。你把他杀了行不？不是他们家都死一个，怎么还敢打大龙呢？你们四打四，对面有那把大龙打下来，你们就别跟，你们对不起我，简直，你们简直是对不起我，给我打，给我打泽拉斯，锤石全没血，干哈呢？打人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兄弟们啊，赶紧来呀！先把这螳螂收了，再把这 ADC 收了。你要上子弹吧？哎呀！剩一个吧，小龙。小龙，等会儿啊，我先回趟家，出个血手，咱们先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度过几招。快来呀，大哥！别打字了，快点过来！等一会儿再打，等一会儿，等，人没到呢，快打了，打，开打，开打。直接要后找泽拉斯，你们开龙。跟我杀泽拉斯。我卸手。你这时候怎么再把神了？那队友都打上了，别打龙了呗就。找这个去，你往上冲，你让那 ADC 有点虚救环境，对不对？他一秒就没了，这没的有点快呀，这可怎么着？别去了呀，我说拉倒了。拉倒了，算了，不要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不要了。哎，我觉得我出春哥好一点，我幽梦其实已经够了，我应该出春哥。聚精才是重中之重。单带突加，我能打三个，但螳螂不能来。应该收春哥，回家把这个带翼月白甲给卖了吧。先来把大剑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没事，这团战还是能打的，只是这螳螂有点太恶心了，它有点硬啊。它太幼了，我打不动它。完了，它老盯着我，就很讨厌。把这螳螂杀了，来撤。既来之则安之。他们家最狠的人已经死了，我们家最菜的人已经也死了，这波相当于是
天际，可以打了，能不能来个先手？你瞅那个锤石，那个熊样，那个锤石，那个锤石，那个要死的样，跟我往上上，勾一个，好，先杀 ADC， 再杀泽拉斯，最后杀锤石，一下一个，漂亮。我没有大招，没有关系。这块下等马换的比较好啊。我有种赵信要死的感觉。先把高地拆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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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来这里蹲他们一手，快快快快跟我来，快快跟我来，蹲。来这里来这里，来这里来这里来，跟我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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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对了对了，这就对了啊，蹲他一手。蹲在 ADC 还是不错的。可以继续来兄弟们，可以继续，可以继续。我自己来吧。打大龙来，跟我打大龙。这边收大龙。那 ADC 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螳螂不是挂机了吧？有点好像要挂机了的感觉啊！螳螂人没了。这龙让人抢了呀，可以啊。还是太脆了有点。小龙四十减息地没东西换呢，我没有能换的东西，我换不了，我只能又有虚区，我只能这么出这一把，我没有出别的装备的格子了。很明显螳螂挂机了，先杀锤石啊，哎呦我好勾，给我杀，没事我带存德，这 ADC 往我脸上穿， ADC 一波，螳螂挂机了，螳螂心态爆炸了，狼兄挂机了。